欢日剧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看看12月下半月要播出这五部日剧。以播出日期排列12月19日新犯罪人性电视剧全一集。该剧是根据东野圭吾长篇小说改编，讲述了一对无依无靠的兄弟。哥哥舞蹈刚俊为了筹备弟弟的学费铤而走险犯罪杀人，而原本有着光明前途的弟弟舞蹈迟贵死后因为哥哥的原因一直受到歧视，忍无可忍之下与哥哥划清界限。导演深川荣阳，豆瓣上口碑最好的作品是评分 8.1 的60岁的情书编剧池田奈津子，作品有豆瓣评分 7.1 的电视剧真凶等，演员龟梨和也、佐藤龙太等人都是实力派编剧，虽然看着不靠谱，但是有原作的加持，这部电视剧还是值得期待的。期待值四颗星。12月21日 IS 爱情喜剧13集。该剧是根据日本同名漫画改编，讲述了平凡高中男生濑户衣贵暗恋着校园女神尾月一枝，虽然脑海中对女神进行各种幻想，但是表面上对女神却冷冰冰的。阴差阳错之下，一直对衣柜有所误会，两个人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导演丰岛圭介曾经指导过豆瓣评分 8.3 的电视剧《黑暗中的十个女人》，编剧正是原著作者桂正和，演员阵容有冈山天音、伊岛空、小月永辉等人，都是知名度不太高的青年演员。期待值三颗星。12月24日《桃女战国行 SP 爱情喜剧一集。日剧的 SP 相当于中国的番外片特别篇，桃女战国行 SP 正是2017年高口碑的穿越爱情喜剧桃女战国行的后续之作。之前喜欢桃女战国行的日剧朋友们都快高兴坏了，一个两个的都相当激动，哈哈哈。期待值五颗星。12月28日平成剧情简介未知，该剧由宗居大悟指导并编剧，他曾经指导过 By Players 系列 By Players 如果这六名配角共同生活的话，豆瓣评分 8.3 BYPLAYERSR 如果名配角在 TV 东晨间剧里挑战无人岛生活的话，豆瓣评分 8.8 演员道夜有、阿部纯子、松仲峰等人。期待值四颗星。12月30日江户川乱步短篇集三悬疑剧三集，该剧是江户川乱步短篇集系列的第三部，第一部豆瓣评分 7.7， 第二部豆瓣评分 8.3， 口碑都非常不错，第三部也是由原班人马打造，看网友们那个激动的哟。期待值五颗星。本文由影视小七说原创，喜欢这篇文章的朋友们请点赞分享，更多的影视节目预告请继续关注我们。这五部日剧你最想追哪一部呢？